早啦，所以大家都好揸緊時間，嗱臨就位啊！繼續交翻俾我哋前方嘅同事姚先，為大家帶嚟呢個賽事嘅轉播。最後一場混合雙打比賽馬上就開始啦，這個中國隊大比分4-0已經領先，手李塔防守能力都好强，李云湘追住女队员打，这个郑波网前应该放俾马俊去抢呢个网前球。
比零，人尼領先。德軍拉哈迪威茨阿曼，哇！這個名字比較難記啊。八球，前波，好，馬頓前嘅封網就封得比較準，第一拍封中路，第二拍封對角，等馬頓發球。一般女運動員發完球之後一定係要保持網前的控球，能夠盡量創機會俾男喺後場進攻。2-3，對角，冇打對角，打咗個直線。一般女運動員咧，同男運動員直對直嘅時候咧，一定係要打對角線嘅。如果你打直線嘅話咧，男運動員個封網就比較快。馬俊嘅防守企得比較厚，所以。拉哈迪突然間起跳，正手一個吊對角，連成波殺球嘅點非常好啊！殺到利塔嘅正手高位。前放網的時候，女運動員不一定夾硬去搶網，將個球拉喺後邊，將個女運動員吊喺後邊之後，啊，揾機會再進行反攻。馬俊咧確實網前接發球之後啊，佢嘅面又係比較廣，啊，佢除咗直線之後，對角線呢啲球佢都能夠封得住。7-4，馬俊嘅防守，今日防守感覺咧有啲手比較緊，除咗拉底線之外，結合一下擋網。但是擋網咧，感覺手上唔係好順。人嚟呢隊選手比較年青啊，拉哈迪同埋利塔。啊，馬俊又係一個失誤球，呢個對角線路係啱噶啦，但係感覺今日馬俊上到場上之後咧，人比較緊張，所以造成咧手上嘅技術動作啊。就發揮唔係幾理想，起對角，去啦！依個女仔畢竟係一個弱點、弱區。而且鄭波呢球殺啊位置非常之好，利塔佢準備係用一個反手嘅動作，所以佢殺咗個正手。嘅講明運動員喺場上嘅一個判斷
啊，仲係比較準確。啊，拉卡迪想做一個假動作嘅防直線，啊，失誤，6-9。鄭波頭先分球之後啊，見到馬俊已經封咗直線啦，所以佢對角位置佢應該注保呢個位置。人嚟俾佢防守仲係比較穩健，對啦，拉開。數量比較多，對啦，係急。馬俊咧又係想進行一個輪換，啊，呢個已經係第二個球，即係意識已經係想搶咗佢放網，但係手上嘅動作仲係感覺比較緊。所以啊，講明咗呢個馬俊喺場上啊，比較心情係比較緊張。其實而家中國隊已經大比分已經4-0領先，同埋呢場球啊，作為佢哋兩個上去之後，應該講啊，心態應該放開，盡量將自己嘅技術水平啊發揮出嚟。翻翻過嚟睇咧，就印尼呢對選手佢嘅技術發揮啊，應該要比我哋啊鄭波同馬俊要好。另一方面又講明咧，就佢哋本身嘅思想上啊冇乜包袱。通過中場的休息，啊，有冇改判？咁儘管呢場波咧，中國隊目前嘅大比分又已經4-0，一直贏住，咁啊，但係第一階段嘅賽制咧，始終仲係要打滿5場，咁啊，其實都好嘅，俾阿馬俊同埋鄭波一個鍛鍊嘅機會啦。咁啊，馬俊其實呢位身手唔錯嚇。今年嘅成績係，但佢呢場球前面打得比較緊張，啊，通過暫停之後咧，感覺有咗氣息。但係佢啱啱今年嘅瑞士公開賽呢站係超級聯賽嚟嘅喎，攞咗個混雙冠軍。德國公開賽咧就混雙嘅亞軍，因為佢。年青運動員咧，佢嘅特點就係咁噶啦，就講有啲場次可能會打得好好。但係有啲場次咧，就會即係個起伏變化唔穩定。咁鄭波咧就本來同阿高凌合作過一段時間，由於高凌嘅退役咧，而家好彩咧配翻個馬俊，馬俊嘅網前嘅控制能力仲係即係仲係幾好嘅嘛。何漢斌、於洋咧今晚就唔使出場啦。咁啊，儘管而家嘅時間已經係去到11:02，咁啊睇下大計現場觀眾咧，咁啊仲係集中曬響呢個4號場。咁啊，至於中國隊，如果點樣計能唔能夠5-0或者係4-1咧，都係無傷大局噶啦，因為前頭已經係3-0係贏咗。咁高指導我哋計咗下數咧，中國隊係喺 B 組嘅，咁啊 B 組應該如果就係小組頭名噶啦。咁啊，如果 A 組咧，就應該韓國隊會出嚟多
A 組韓國隊啊，因為韓國贏馬來西亞3-2啊嘛。實質上而家半決賽嘅對陣已經出咗嚟㗎啦，中國就係同馬來西亞，韓國就係同印尼。即係唔排除印尼決賽嗰時仲可以對中國打喎。有呢個可能，係有。咁而家目前四強咧都係亞洲國家，丹麥咧就今晚嘅比賽裏邊咧就俾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本來就3-1已經係先獲得戰機㗎啦，先機㗎啦。但係最尾咧一場女雙咧就又挽回翻多少面子啦。但係最終咧都係馬來西亞小組第二名出線，韓國係 A 組嘅小組第一名出線。而家鄭波同馬俊咧慢慢將比分追咗上嚟，佢經過中場嘅停暫停之後咧，喺打法上有咗啲變化。鄭波後場進攻咧結合咗吊球，打起嚟。即係手係幾多硬？哦，啊拆咗下網，改變下個時間，所以咧造成馬俊喺戳網呢個時候失誤。比賽邊佢就手上係比較緊。咁啊，儘管而家印尼咧係0-4落大比分落後住，但係佢哋嘅啦啦隊到現時為止仲係不離不棄喎嚇，成場仲喺我哋嘅右下方咧，就即係佢哋唔使唞嘅啫，成隊就真係歡樂嘉年華。從開場到而家7:00開波，而家已經係4.5小時嘅啦。甚至可以某種意義上嚟講，佢哋嘅精力可能比運動員仲要付得多，係嘛？而家睇印尼佢嘅男選手拉克迪，佢喺後場嘅過渡性球往前比較多，所以馬俊咧一定係要注意嘅。包括推咗球啊，或者放咗球之後啊，一定要注意。大壞，係急啦！因為尼塔咧，佢嘅防守仲係顯得比較穩健嘅，所以中國隊一定係唔能夠過急。对啦，硬软结合。但如果照计，我哋瑞士混双赛嘅冠军今晚对住一对印尼嘅，唔系咁经典嘅，点解会打得咁被动呢？这个比赛唔系话你实力水平高，你就系喺场上一定系要占，冇得包赢，即系主动。而且实际上从郑波、马俊佢两个都系属于一个新嘅配合。而且年青運動員咧，確實比賽啊，係起伏係比較大。不過好彩，勝在馬俊都係後生嚇，1988年嘅，咁啊而家先啱啱過21歲，過幾日啊？5月7日嘅，今日係14日，身材條件都幾好，1.67米。而家鄭波喺後場嘅進攻咧，一定係要注意落點，因為印尼呢兩個運動員，包括女運動員，佢哋嘅身邊防守咧係能力係非常強，所以你一定要揾啲突破口、中路啊、去邊線啊。但係睇到鄭波頭兩拍輕殺，第三拍俾馬俊揾到咗網前，
好好一個封網嘅機會。而塔呢球咧冇過馬俊，所以馬俊揸住機會啊，連續兩拍嘅封網，16-16。將比分扳平之後，很多時是落後的分，將比分追了上來之後，就那個士氣就剛剛上了。關鍵時候是不是想說要減少失誤，即是關鍵時候出現失誤就很可惜的。有時不單止是可惜的，簡直攞命，因為到第一局的 尾段呢，即是分呢，你一分我一分，那時那個心理是會發生一些很微妙的變化。阿希利好靚啊！呢、這個鄭波防得住，仲係殺身啲，長短結合，暫時印尼隊仲係頑強咁樣抵抗。好，翻起嚟！哇，呢一次嘅多拍就打得燦爛啦！雙方拉翻後場，仲係喺後場過渡。馬俊挑高球喎，頭頂劈殺，正手輕吊，再一個正手區嘅直吊直線。哇，睇嚟呢啲大家都係想揾機會啦，打得好耐心。哎，嗱，千九萬九咧。自己邊個沉不住氣咧，就失誤。其實佢啲球啊，佢想拉邊啲。利特係啦，冇錯啦，佢想過馬俊，但係佢又怕鄭波高手，所以佢打咗個半場球，啊出咗邊線。呢幾分打得真係燦爛啦，比分咧亦係17-17。兩個人喺度相提醒。將一拍嗰啲味道啊！係呢啲關鍵嘅時候，一定係要果斷，而且關鍵時候咧，呢啲時候嘅防守啊，冇開始嗰時防守咁瀟灑嘅啦，已經，亦可以講手比較緊嘅啦。從相持打到有尾段嘅兩分領先，應該睇下馬俊嘅發球，好靚，執到機會。哎呀，一個運氣。高高躍起做了一個正手的劈吊，這個動作是很大人體性，而且他出球的時間有變化，加快了那個節奏。上球好可惜啊！主動嘅球，佢本來想打對角上網，將鄭波輪換到後場，但係呢個確實手腕冇做好嘅動作，啱冇壓落嚟。19-19，哇！今晚呢場波打得時間都算長啊，7:00開波，打到而家第五場先係第一局。而家啊打咗4.5小時㗎啦，而家入嚟。攞到呢個局點，
咁啊，現場嘅觀眾咧就而家咧就同印尼嘅啦啦隊咧就對冚緊嘅。有哇，真係問水啊！成波非常。儘管呢個印尼隊係攞得咗局點，但係咧而家追翻平。好啦，現場嘅觀眾咧就不斷而家為中國隊咧就響呢種關鍵分咧就起一種加油啦。因為事實上咧響呢個時候，中國隊亦需要現場觀眾嘅支持。殺啦！殺！再殺！再殺！第四板。成波下壓，成波啲球應該壓上去，大家都揾機會，好馬俊捕捉到呢次機會，個關鍵一分。呢次多拍嘅過渡，大家揾機會都揾得幾辛苦，係嘛？終於俾馬俊喺網前一個捕捉到呢個機會，21-20。鄭波咧後場進攻完之後啊，對方嘅回球雖然冇第二拍嘅進攻，但佢過渡球過渡得比較好，所以對方又冇乜機會反攻。喺呢個時候真係中國隊嘅主場嚟㗎。哇！睇到印尼嘅啦啦隊咧，都即刻而家往中間靠攏喎。呢個比分打到咁激烈嘅時候，雙方嘅即係主場嘅觀眾同埋印尼嘅啦啦隊咧，就已經係走埋一齊啦。本來印尼嘅啦啦隊咧就喺個邊邊咧就自成一體嘅，但係而家就真係白熱化，唔單止場上打到白熱化。觀眾咧都近距離，球迷都近距離接觸。打到雖然而家11:30，印尼隊尼塔一定係要搶網噶啦，所以馬俊一定要注意。搶。機會。好咧！鄭波啲球處理得非常好。呢一次虛實嘅結合咧，就令到印尼防不勝防啦。就算係飛身咧，因為始終有一個重心靠咗後，馬俊鄭波就第一局打得好艱苦啊！開始咧就。防腐剂由马铃薯直接切片，简单自然。这就是乐事，狂送400,000包等你攞。鸿运当头，牛气冲天，年年饮红牛就是我最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You're trapped. Don't worry, I got the cruise.球拍已被重新定义，是武器，制胜的武器，胜气凌人。银子大啤酒。Coors Light。海迪拉克赛道征服日，震撼体验，火速报名。
交換了場地，咁啊，而家鄭波馬俊咧就喺逆風位的位置。但如果按照運槍咁嘅打，逆風同順風區別大唔大咧？高指導，雙打同單打咧，就應該講雙打嗰個影響稍微少啲嘅。馬上投出，投上呢個直線上網，但呢球要求過高，落個網。變成人泥隊的領先，鄭波後場底線呢個球，因為點唔夠高，所以佢夾硬抽咧球向上走，變成人泥隊馬克迪嘅突然間嘅反拍嘅變線，呢個鄭波有準備啦。推了之後，他有準備。咁啊，今晚六個場地的比賽咧，打到最後，而家繼續喺場上鬧戰嘅咧，就係中國對印尼的最後一場混合雙打的比賽。所以而家全部的觀眾咧，都係聚曬嚟呢個場嘅中間噶啦。咁啊，的而且確。在賽前分析的中國隊印尼是小組賽裏面最硬的一場賽事，果不出所料了，打了四個半鐘頭還未分出這一場誰贏，但其實中國隊已經有大比分，4-0領先。換了印尼隊離塔的一個發球為例，咁啊！中國隊其他嘅未上場嘅隊員咧，哇！影到張玲都打喊路啦，快啲撤走個鏡頭，因為呢場波咧就7:00開打，其實咧運動員已經係5:30就嚟齊噶啦。鄭波啲球，佢想過到個網前，實際上呢個男隊員喺網，即係已經係接發球喺前場啦，所以呢球你再打網前嘅話咧。男隊員一樣係可以封得住呢個位置，你乾脆去一個底線，然後自己跟上去，可能會主動一啲。拍的重扣都未打死對方，所以變成咧有啲急。
家比分咬得就比較緊。在呢時候咧就要多注意啲環節細節。不要退，而家馬俊的防守咧變成好像比較怕對方進攻，你越退越退嘅點咧就變成接殺的點越嚟越厚，自己接殺的點又越嚟越低，咁你好難打啦。出現了失誤，這個好在很被動的情況下，剛才馬俊的防守還是比較防得比較好，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將球擋過去。反過來鄭波又出現了發球的失誤，即是儘管這一場球真的 無關大局的了，是吧？因為已經是輸給中國的了，但係睇到雙方嘅運動員喺最後呢一場比賽裏邊咧，仲係偏偏係打得最膠着嘅。第一局中國隊咧只係22-20，喺落後嘅情況下最尾逆轉咗。第二局嘅比賽咧，而家由雙方進行咗一種膠着嘅狀態。馬俊往前咧搶點咧，要搶得快啲。呢個係一個幸運球啦。哇！如果高志豪，假如在決賽中國隊再次對翻印尼的話，哇，應該更加精彩了，因為他嗰個運傷是維迪安托加納西爾啊。咁但係中國又不一定會出馬俊鄭波，係嘛？睇嚟印尼隊都是藏龍卧虎喎，儘管佢而家。即係呢一隊唔係咁出名，但如果打起嚟同鄭波馬俊都打得咁燦爛嘅話，相信印尼隊嘅後備都已經有幾隊係有一定嘅實力。鄭波佢逼住女隊員啊，逼住佢，而且點有變化，啊睇到啦啊，呢個落點有變化。所以有時運動員咧喺關鍵時候機會球掌握唔好咧，就造成整個局面嘅被動丟分。雖然最近到技術暫停，但係個分一樣係咬得咁緊嚇。中國隊只有一分嘅領先。呢、這個時間咧，證明雙方來回嘅拍數係好多，因為第一局咧一直打到加，打到22-20。所以佢而家咧就從場上個局面睇咧，大家都係好均衡嘅。喺中國隊咧喺往前搶進攻機會咧，稍微比印尼隊要多啲。但係而家目前從鄭波後場的攻擊力睇咧，稍微仲要欠缺啲。而家鄭波有咗進攻機會之後咧，第一個要注意連貫性，第二個咧注意落點。落點打好咗咧，個成功率會更加高啲。
長。打推後邊，馬上上啦。想做個假動作，點知咧就呢個動作咧就未完成。佢啲球咧又想推，又想跳，所以猶豫了一下。打得住。即係今晚我哋嘅觀眾咧，相信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咧，都係對中國隊對印尼呢一場比賽咧，即係不離不棄啊！包括而家現場嘅印尼球迷咧，就從頭到尾都未停過嘅。咁而中國嘅球迷咧，亦係不斷咁為中國隊鄭波同埋馬俊加油嘅。國際嘅當今咧，就中國同印尼咧係屬於羽毛球啊比較強嘅國家。都出現了一大批很優秀的運動嗱，雖然即係雙方啲比分又咬得咁緊，另外多拍咧又打得咁多，但係而家睇到雙方嗰種即係狀態啊，仲好似未有放慢咁嘅痕跡喎。大家打得都比較應該講啊，好進入集中係啊，好進入。而家印尼隊因為佢比較放鬆，所以放鬆就講佢冇乜所謂，佢翻大比分已經輸咗啦。啊，呢場球上嚟，你又係名氣比我哋要大。搞不好決賽都已經冇得打噶啦，即係唔係上佢嗰隊噶啦，不如就挑戰一下你嘅。佢係一定要係要瑞士賽冠軍。上過呢球，實際上咧嗱呢啲喺呢啲咁嘅回合入邊咧，如果女隊員意識強嘅話，就會。一球，因為我哋講一般雙打混雙咧都係咁嘅，唔好連續吊球。一連續吊球咧，意識強嘅人咧就會搶上去。你如果係好似以前郭飛啊、高凌啊呢啲運動員咧，你吊第二球，佢已經上到去撲你噶啦。哎呀，鄭波連續兩拍，一人打一拍。咁啊，第三拍想拉邊啲，但其實呢個波咧，佢咧就想打嗰、那個打女仔塔啊，打李塔個正手個位置嘅。但因為李塔本身個企咗喺邊線個位置，你再打正手就已經出界。冇手软，注意连贯，保护好。高指导，你判断会唔会打三局啊？啊，而家十三，而家印尼队有两分领先，但打到十五。马俊佢前半场睇下佢嘅。其實今日馬俊咧，佢嘅失誤率啊要多，心好唔定。確實呢啲係年青運動員啊，要出現嘅一啲毛病啦。
拉克迪又出現了失誤。其實呢，他就想突然將個節奏改一改，是吧，變一變速。這個球放得質量太差了，這個時候呢運動員就好吧，叫一票或者喊幾下，提高一下自己的比分，仲是落後兩分，15-17，仲好難講邊個贏啊！好，就追翻跌一分，越搞越刺激喎！而家打到埋牙先，17-16。其實有時運動嘅場上都係咁嘅，你緊張，有時你睇一睇對方，對方仲緊張。加強防守，上網控制。有，哎呀！本身呢啲球就係一個機會，男仔先放網，你唔一定話同佢搶得咁犀利，將球拉向後邊俾女仔。隻波喺度，對馬俊進行一啲交談。哦，判呢個發球過腰嘅，確實係關鍵嘅時候個發球啊！你特別係判咗印尼隊嘅發球過腰，你要偷食翻後場。有，咁啊追翻貼啦。18-18，同第一局一樣係打到咁貼喎嚇，第一局甚至係19-20，中國隊輸住嘅，咁啊最尾啊打成12-20，而家咧喺第二局咧，喺尾段嘅時候，中國隊亦係有信心去產生呢個逆轉啦，睇下翻唔翻到盤。哇！全場嘅現場觀眾咧都沸騰噶啦，哎呦！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其實鄭波呢球咧，確實點咧，應該講佢即係佢意識啊，已經係比較好噶啦，打邊線啊！好可惜啊，出咗一邊界。手緊啦！本身接發球呢個點就已經比較低，夾硬向上拱呢個半場球俾對方封住啊！咁你再處理下一拍咧，就變成被封球啦。哎呦！咁啊，雙方打成1-1。咁啊，馬上要進入到決勝局。儘管中國隊已經喺大比分4-0嘅大前，但係打到最尾混合雙打嘅時候咧，雙方而家係打成即係睇出雙打混雙個發節法嘅重要性。本來一直係咬得好緊嘅，最後。千載聞君酒，傾注心靈，點滴天成天雲。心想闻君酒。体育世界由营养滋润的太奇八宝粥特约播出。匹克，广东体育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纯净水，添加人体所需矿物质，康师傅矿物质水，多一点，生活更健康。唔使惊，吉利熊猫好安全。
但呢个系高级别嘅安全碰撞。同级车中吉利熊猫特有六安全气囊，更多安全，更多爱，吉利熊猫。这是我的武器，这是圣的武器。源自百岁山160米深岩石层，流经数百年，蕴含天然矿物质精华，水中贵族，敬天百岁山。快到前，老母，累，加油！好，安啦。决胜局的比赛。决胜局郑波都好够胆啊，判断看来打到最尾啊，运伤咧，场波咧反而打得如此灿烂啫。哎呀！人嚟對啲防守嗰個回球嗰個點攞得幾好喎！佢身邊嘅防守係比較穩嘅，移動就冇咁靚。嗱，你睇下佢就如果兩個左右分邊企嘅話，基本上佢啲接殺好、接彈好，佢能夠對角啊勾得好順手咁樣去做得。睇位睇得比較好，而且佢小臂出得比較好。到底中國隊能夠是5-0或4-1呢？現在就看這一局了，因為決勝局的賽事。調動女仔去後面，呢個球出界，因為有時打嗰個啦，去追求嗰時咧就唔夠旁邊啊鄭波咧就咁心水清嘅。如果開局開得比較好啊，同前面兩局開局落後，反翻過嚟啦。耍。呢、这個你用高球上網咧，就變成咗後邊鄭波佢要做一個防守嘅準備。你如果通過下壓上網咧，對方只能夠防守，最多係變線拉個底線。咁咧相對嚟講咧，對自己方咧就會減輕好多壓力。好靚，佢兩個人有啲猶豫啦。即係有時大家打得高速嗰時，啲多拍嗰時咧，就雙方精神好集中哦。因為啲習慣動作、啲本能咧就啪啦啪啦啪啦咁啊，你睇都睇唔到佢已經打到噶啦。但係有時突然一變慢咗，變咗接球嗰方咧就會打咗中間幾入步就打唔到。壓住 Lita 都打佢唔死喎，終於打翻長啲嘅波。馬俊即係網前嗰啲球咧，感覺即係就話比較遠一啲。佢除咗攔網啊呢啲球之外，喺啲封網啊加啲力，手腕手指加啲力。
有。用到足球。走漏了個右手，正手區鄭，不過正手區的底線咧就比拉哈迪咧就捉到路，3-7。好咧，哎呀，可惜呢個馬上手位睇到打唔到，準備慢咗啲，而且個拍面嘅掌握冇掌握好。就好打好多啦，先硬壓住佢，再攔網。所以有時運動員喺場上啊，確實處理球方面係要靈活一啲。鄭波而家後場都冇進攻噶啦，都係想打點。呢啲時候嘅進攻咧，拉迪亦係唔大力扣殺。睇嚟而家大家都喺度揾點啊！即係到第三步咧，其實大家體力都消耗比較大，所以呢個時候進攻咧係顯得比較冇乜冇前面咁嘅威脅性咁大嘅。
中国队的进攻。哎呀！成波想捉翻对方的正手网前。过度球好，过度好。因为他看到 Lita 就是走空了个位置，但自己郑波就呢个球就冇放得过网，真的有少少嘅可惜。两个人仲喺度研究呢个对策。好彩而家决胜局咧就又起码而家就有五分嘅领先。看到拉哈迪的殺球的小臂的揮拍現在還很有力，即是那個閃動還做得比較乾脆利落。打到這個階段呢就本來已經體能已經感覺到就反正最後這幾分是吧，後半段了，不殺就沒什麼機會了。但殺也有力殺，看到拉哈迪的閃動擺臂還是 很有力，好靚啦！真係有時咧就搏命殺啊，倒不如輕輕丟。一直逼住個女仔。呢啲就係女仔，你見到你判斷得到，你就要積極上網。可唔可以講呢一分叫士氣分啊？打翻出個士氣，即係馬上個興奮點會提高啲嘅。係。13-7，有啦。14-7，真係一個興奮分嚟。兩分咧，馬俊嘅。網前處理非常果斷。呢個13咧開始咧就壓翻個士氣上嚟。係啦，冇乜必要同男嘅搶網。啊！拉哈迪又是失誤啦。馬俊網前幾個封網造成咗。拉哈迪嘅，系佢嘅網前嘅失誤球。前頭我話13分，可能真係一個士氣分啊！食住個勢上，而家15-7，咁啊相對好打好多啦，一半有多嘛。其實有時並且又向尾段行，即係運動員有時就比分嘅高低咧，就影響到佢自己嘅突然刺激咗下。啊！佢而家領先咗啦，就變成好啦，真係連連上分啦。一放鬆了，什麼技術都出來了，連連上分，16-7。打得順起來就點打入點有，點都過不到去。啊！呢個決勝局好彩能夠及時咁樣上咗幾分，喺13嘅時候咧打咗個興奮分上嚟。咁啊，時間咧亦差唔多要踏入新嘅一日啦。5個鐘已經過去啦，但係5場波仲未打完。中國隊當然係希望以5-0係勝印尼，因為假如在決賽嗰時再度遇上印尼的話，呢個係一個信心分。咁啊，當然啦，印尼到時喺決賽咧，就應該佢仲有個第一單打咧，索尼，仲有對南商、塞蒂亞曼同埋基多嘅，以及佢個混雙納西爾同埋維迪安托。哎呦！鄭哥啲球要求太高啦。因為你本身已經是對住女隊員了，所以呢些球不
有咩猶豫啊、變線啊，對住女隊員就應該啊重扣。17-10，哦，唔好彩啦，發咗個短球，18-10，我錯區添啊，錯區。呢個出界啦，一人送一分。出現咗失誤。咁啊，印尼球迷咧，而家打到個關鍵分咧，竟然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喎！哈，呢班印尼球迷真係不離不棄啦。咁啊，雖然打到第五場，而家印尼隊係落後緊嘅，但係佢嘅球迷竟然用中文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應該呢一場波嘅時間都係破紀錄啦，而家打到63分鐘啦，但係仲未到呢個賽點嘅。從10號開始嘅現場直播，我咧就做到今日15號，而家應該係踏入到16號啦。最長嘅耗時應該就係呢一場波啦。好靚！19-14，可以啦，唔到。嗱，呢幾個馬上呢幾個球咧就攻得比較狠啦，逼得比較緊。好，打到全場的賽點，全場現在都是全部企曬起身的了，看看中國隊怎樣結束這一場這麼令人難忘的一場混合雙打。馬俊防守得好，最終中國隊混合雙打2-1戰勝了。